从进入世界排名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未来的我该走向哪里。在中国，我是第一个进入世界排名前十的人，同样也是第一个闯入羽量级世界前三的人。到今天，成功登顶世界羽量级排名第一。 这一切，我用了两年的时间。王者与王者之间的战斗，让我热血沸腾。这场比赛抛开胜负，只求拼尽全力，让你看到一场酣畅淋漓的对决。现羽量级第一邱建良面前，羽量级第一，好 这个肌肉的反弹，他这打法呢和很多泰国选手不一样。对，跳膝，小心小心，转身后仓，对，漂亮，邱建良进攻，哇，这个扫踢好帅，前刺，反弹速度很快，都是奔着重拳去。 扫踢，不正经可能贴近对手。那两个人继续进入状态，握后手扫踢。 邱建良前摆，好的，再次踢倒。邱建良这边用自己的进攻充分压制住了对手。是的，没错。比赛结果，红帮胜。